好，我叫思琴，来自内蒙古。欢迎思琴。我叫贾国柱，来自内蒙古。欢迎国柱。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国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蹈编导。那在去年他带了三个作品去参加荷花杯的比赛，其中有一个作品拿到了金奖，而刚刚看到的遥远的图腾呢，就其中的另外一个作品。好厉害。其实说到这个遥远的图腾，在蒙古秘史里面有一个记载，说这个成吉思汗的根祖，他们觉得自己是苍天降生的贝尔贴赤那，这是一个苍色的狼；霍埃马兰勒是他的妻子，是一个惨白色的鹿，就是苍狼和白鹿，他们就是蒙古人的图腾。今天两位就是一个扮演的是苍狼，一个被扮演的是白鹿。我觉得这个作品好就好在不单单有蒙古的韵味，同时你抓住了传统的蒙古族本身的这个民族的诞生的这么一个故事和背后的图腾的形象，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新的发展和创造。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思琴是蒙古族。对，我是蒙古族。会很爱自己民族的舞蹈。那国柱呢？是汉族。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蒙古舞的？从2000年。因为什么原因和蒙古舞结缘呢？对啊。笑了，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吗？因为上中专的时候，有一天民间舞老师就问我，你以后想干什么？我说举手，我说要学芭蕾，我要去上海，我觉得芭蕾王子嘛很帅。后来老师当时就笑了，他说你进校的时候我给你量的比例，你腰长腿短，不适合跳芭蕾。纠结了好长时间，但是有一天演出穿蒙古袍，我发现我穿蒙古袍挺好看，他们其他人记都记到这儿，我正好，我觉得蒙古还适合我。自从去了这个学蒙古舞，找到了自己的特长，怪不得蒙古有个动作是这样的，嘿我的腰，嘿我的腰，是吧？还是个哎，动画你有穿过蒙古服跳那个舞蹈吗？KK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说的这故事深深的触动了我。真的。第一说他去考试腿短啊，腰长腿短，完了还要说去学芭蕾，完了还说去上海，这不就是我的故事吗？哎呀，他们兄弟相连的。很多的那个舞蹈作品都表现着同一个主题，就是跟爱情。那么两位在表现你们的舞蹈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加入了很多自己对情感对爱情的一些体验？我谈过恋爱。我知道你今年也不小了吧，谈过恋爱。你多大了？28。28没谈过恋爱，我跟你讲，夸夸大嘴巴子。现在单身了。现在单身了。单身。怎么回事，你跟我们说说。咱们约会吧。工作忙，完了事情也多，对人家照顾也少，完了自己有的时候压力大，完了不懂事，老人家伤心，完了就分开了。这样今天在起舞飞扬的舞台上，想跟分手的那个他，又或者是也许有一天缘分到了，两个人又重新走在一起，想跟他说点什么，想为他做点什么，用其他方式表达吗？我也不知道该说，不知道该说什么。不会说，因为你是一个舞者，一个编导，可不可以用你的思想和你的动作来做一个作品？好吧，送给我以前吧。用舞蹈纪念过去。加油，国柱。思琴在下面都哭了啊，很感动。刚才我们也看到国栋这个舞跳得很投入，接下来让我们再进入他们两个的威武时刻。
你刚刚的那段读物更能打动我，我觉得可能这是你现在的心情是在进行中有感而发的，就希望你们能够将生活当中的情感放入到你们的这个舞蹈当中，成为这种舞蹈的灵魂和灵感，希望你们更好。审美人给出的分数是95分。遥远的图腾听上去它像一个舞剧的作品，它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具有史诗化的命题，而今天这支双人舞可能更多的像一个先祖的传说，或者说狼鹿之盟，或者什么像这样的一个命题，继续努力好吗？谢谢。谢谢老师。豆豆老师给出95分。尽管那个作品可能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但是我读到了你们的心，所以真的为了这一颗爱舞的完整的心，沈老师提出的分数是100分。我很喜欢你们表演的《遥远的图腾》，给我很多画面感，我从你们的音乐和你们的舞蹈语言当中看到了一座座隆起的蒙古包，一望无际的草原，游牧的民族，还看到苍狼和白鹿的身影。沈琳老师给出的分数是100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淘汰区，去看一看两位到底会淘掉哪一位老师。没关系，我这个人记性比较好，他怕我外行看不明白。老师是这样，那么懂我，他真的没想到，真的很懂你。好了，反正你们知道我给你们的分数是这个就可以了，好吗？这都是命啊！对，他记性好啊。告诉两位，拿到的分数是290分，离我们的威武冠军吧有10分的差距，但两位今天的表演，在我心里已经是300分的满分了，谢谢，很棒。谢谢你们，抒情爱情全面，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拜。Addicted to your light. I swore never fall again. 好，接下来让我们最热情掌声来欢迎今天的威武周冠军。Yeah, Mr. Pizza. 恭喜四位大帅哥！同时要感谢四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感谢我们的舞蹈总监阿 Ken 老师的全程指导，谢谢。拜拜。下周二晚22:05，不见不散。拜拜。